位品牌大使出席巴黎时装周，然而部分网友却认为服装很俗气。四人身穿强调裙摆的20年代风格，连身短礼服与品牌高层合影。但网友表示，除了 Giselle 的礼裙较为时尚，其他三人的造型都不太适合，略感俗气，无法显现他们的青春魅力，老气又廉价，好像准备跳康康舞一样的装扮。对比他们刚抵达巴黎时的打扮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，显得时尚又充满明星魅力。妮妮的薄纱顶点上衣引发话题，卡琳娜一身黑配上长直发尽显美貌。温贾和 Giselle 以剪裁独特的改良式短西装配上短裤裙的设计，分别以不同长短的靴子展现帅气感。比起正式活动的裙装造型，似乎更符合粉丝与网友的审美。